可以上锅，把做好的饼皮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上气即使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料汁，放入提前剁好的蒜蓉和葱花，加入一勺的熟芝麻，然后泼上滚烫的热油，刷出蒜蓉和葱花的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下面我们来调一下味儿，加入适量的生抽、小米醋适量、小磨香油适量，加入适量的鸡精、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来少许的食用盐，再来一勺自制辣椒油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哦。然后用勺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好了，像这样我们的灵魂料汁就调好了。这时候我们的豌豆面皮制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颜色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趁热把它一张一张的揭开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漂亮，真的是薄柔纸啊。然后再把它放到案板上面，给它卷过来，再用刀把它切成宽条。再把它们抖散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面皮，真的是非常的柔软又筋道，怎么拉都拉不断。装在一个大碗里面，这时候再把我们切好的红椒丝、青椒丝还有洋葱放上来，香菜也放上来，再把我们调好的灵魂料汁浇在上面。哇，闻着就太香了。然后用筷子炒拌均匀，然后把它装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，端上桌就可以给我们的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我先尝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好吃，爽滑筋道口弹，比凉皮还要好吃哦。尤其是天热的时候来这么一盘，真的是超级的开胃又解腻，实在是太爽了。豌豆这样做真的是好看好吃又营养，强烈推荐给大家，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忙转发、点赞、收藏，支持一下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